画质好差是你自己的那个问题、啊，他应该是先用解成就。哦，我大用苍蝇啊！大通苍蝇。先解成就再说、啊。哎、欸，卡我光珠是怎样？太多了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现在是解成就的队伍。第一关就是留左边洗一下技能。哎呀！右边那个香港人不是啊？哎，是外国人还是香港人 ？Hello， 关灯会近视吧？隐藏成就是全火。是第一。阿波王是可以挂。先这样吧。好，够不够力？够不够力？嗯。啊，够力。这边要，哦哟，差一点。好。这边打到他一半血量之后，之后再打死他。哎，给到最后。他400万应该还好，他没有消5个的话，伤害很低。哎，有点危险，好像感觉刚刚好。软入，要控制一下那个力度。可以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下一关，下一关还好，刚刚好。先这样子。OK。光跟火都要一起消掉，我一定要记得。光跟火都要一起消掉。有了。我加只算手消，重点是它只能用手消。OK， 这边先把那个光。应该是按的，左边左边那个才是。这个手消所有光啊、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张悟空。OK。全部火！他，你不转五颗吗？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我忘记转五颗了。不过应该够。OK， 下一关封后666万，660，我的声音有点小声。我已经是最靠靠近麦克风的一个人了。忘记转五颗了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够。啊，刚刚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够啊，够。下一关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被他攻击也没差，反正下一回了不是下一关。对。对。慢慢打。哎、欸，其实对，可以洗一下技能。OK。进入第五关，附加消除。不怕。再开回来，然后500多万而已，直接打。66666，600多万。OK。这样子他就差不多死掉了。六七是恶魔的数字，所以他也这样子用吧？哦，对、啊。好，我们用的那个六是大陆的用法。66666，是吗？然后这边会消除掉那个攻后死亡那个效果。对，这里小蛇侠 CD 3，他是炸他出来一万，哎、欸，他这边消除之后嘛，三万，他打3万，我们就可以开路西法。对，嗯，应该是过了。绿到整版都是那个非常的痛。光出来，开路西法之后就变痛。好、啊，不是戳哥在拍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戳哥不在这啊。好了，这样就过了吧，应该。然后王冠开个炮兵，王冠开个炮兵，炮兵就过了。过了，王冠开个炮兵，炮
炮兵，然后天平，对不对？嗯。轻松，一定要订阅，谢谢。打完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点下一个成就，四个或以上种族。没评价。没有，因为开的比较好。哦，我没有用过。啊，然后呢，就再开一次编组。嗯。好。四个或以上的种族。OK。我等一下会释放啊，那比较奇怪的队伍。要有火属，什么？不要再洗板哦。热火属种族，这样子就过了。吃不放开。火属种族，然后再下一个解那个，这是光的成就啊，全光成就。下一个解火的跟四个种族这样子。哎，跟我一样。对，今天不直播，今天在小许家直播。太神了！今晚要一起睡啊，一起睡。科普了，是吧？科普了。四个或是那个天文学家。人哦，人魔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卡。该死的，昨天把我吓得半死。人魔神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哎、欸，一模一样吗？就真的就长这样子，对吧？人魔神，